人家投篮，我投我自己，二老子最漂亮，好玩。那个天桥电影院啊，我知道，看电影的，嗯，那不是有份儿吗？一毛钱的份儿，看着，哎，份儿的看，哎呦，哎呦，但是从份儿里看，就是小脚丫子中心这儿啊，嗯，就这么大敞口子，翻着肉。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妙姐。许多朋友们私信问怎么不见豆哥了，这不，今天豆哥出场了，聊的主题呢是儿时那些淘气事儿，用豆哥的话说是淘得没边儿了。但是淘气归淘气，豆哥说啊，自己必须遵循三个原则，是什么呢？来，咱一圈三连一起听听吧。初一刚去，啊，刚到那儿去啊，一看，哎呦妈呀，都那大老左的叫到出口的门口一站啊，一看那个了啊，我回家打头气了，把他推头去，穿大褶，把裤子换了，来给我一个劳动木裤子啊，你把穿，我干嘛呀？你他妈小子不他妈听话呀，啊？有他妈这穿这衣裳，我们家就这衣裳，我没有别的衣裳，没别的。咔一大嘴巴，这边一大嘴巴，我急，我一骂他，这不让了，你妈呀，给我那个。那喇叭裤给我贴到学校门口展览展览就没上过，哦，就是中学就没上过，就没上过学，哟，一天没上过，啊，七天就像打一码上看看老师能不能赢，就拿那个学生证的没去，哦，最后给一毕业证，没什么毕业，退学证，嘿，你们你要没说给我，哦，好，没大学证，没给证，给我大学证多好啊，好吗？家庭大学，社会大学，社会大学，我是，那个清华大学，哎，清华池，清华池，国桥那个卖炸糕的，给我吃点炸糕，跟郭德纲似的，我是清清华的，你说清楚点，清华池的，哦，这么回事啊，王桥清华池的，是吧？对，挺有意思的，以前那会儿在那个哪儿，还是那个。东方饭店啊，登车的时候，好些人，后来我们在走胡同时候，都不认识您，都认识我。对对对对，我他每天啊，几乎我老走啊，那会儿这个就是那个猪口那个啊，铁栅栏那儿，对，那还没拦的时候，就我们就从那儿奔达了。哦，在这装胡同里玩啊，专门走这条路线。对对对，那近呢。对，老让人打栏去，搁他那儿正好搁打栏去，西口，他就自己又进去了。去前门大街，您就从这出口奔天安门了。哦，人家觉得哎也挺好玩的，哎，不说导游吧，这什么我也清楚，我对，挺好。反正那边大概齐老的人，大概齐全对。好些那会儿挨那儿开那个出租的嘛。对对对对对，多少那会儿那沃尔沃一批嘛。对对对，我说那不那谁，我说那谁那张啊，就这马路对过那对过那儿，对对，山涧口那儿，山涧口那个啊，我们俩一直啊，张哥一直这么聊。哦，这还有一个粉丝叫阳光，嗯，叫什么？我上小学那板张小板啊，校长叫阳光。对对对对，对，哦，我们那小学校长叫阳光，阳光，女的，挺黑的，挺胖的，哦，这大眼睛是过去从可能朝鲜当过兵，哦，从这抗美援朝回来的，哦，那老师也特好。不说不到，哦，特别好。哟，我那老师又拿我当孩子，真是，没有说拿我当学生。嗯，你又老别的老，比方是一上课啊，一响我头一个大跑出来了，我先站乒乓球案子，打球了，大伙一烦了呢，这单怎么办呀？想辙。又出来跑出来了，后来人老师说你可不能上我们班去啊，你不挨着班呢，我挨班串，挨班串，不是挨班串，挨班扒着窗户，这给人捣乱去，哦，你知道吗？后来那个吕香老师说去穿大纸待着，啊，就给我按在穿大纸啊，不让满处串，不让我哪，那可不一上课哪，你要体育室你可以玩啊，没得玩了，上哪上树啊，人家投篮。我投我自己，二老子最漂亮，好玩，从那筐里跳下来，跳下来，可以投自己。还一档子，我刚说那阳光老师嘛，那校长，那不我们体育那个操场，那不种这棵大树，嗯，我还特记特清楚，我爬上去还玩，这他那有一个篮投篮的啊，爬上完之后还玩了，玩完之后介绍大了，搁家就瞎聊天啊，完之后啊，做操啊。
啊，我在这上面，哎呦，我憋不住尿了。哎呦，他这上面有一些什么小坑儿啊？我这憋不住，我这尿。你这够淘的。对对对，尿完这阳光老师呢，在底下了。嘿，这哥他妈脑袋上了。亮老师脑袋上了。校长脑袋上了。真行，有我淘。有我淘的吗？没有，真没有。您这是第一淘。第一淘。嗯。但要说这帮人，我们学生看老师要看这个，绝对我不会说瞎话。人说了，您是够淘的。哎，在一什么哪儿啊？再找我，老师说了，哪儿找豆子去？杨宗典去，房上，房没有的，底下哪防空洞？我还拿着，那不有油毡吗？学校里不有笤帚吗？嗯，你知道走，我从这去，从我们管这路下去，风雷，从风雷奔友谊，友谊斜木山就咱就奔那天桥过去那个天桥电影院啊、哦，我知道那儿看电影的，嗯，那不是有份儿吗？一毛钱的事儿，哈。看着，哎，看，哎呦，咱从缝儿里看。哦，待会儿回来了，回完了好，戴这俩眼睛，好，再一上来，好，嗯，就他妈俩眼睛是白的啊，他妈全是黑的。那油毡你算算，从防空洞里出来还不黑了？无奈，跟黑他妈跟小黑鬼似的，真没有逃啊，真他妈俩逃，没办法，我就逃的没边儿，没边儿，我就这点好，嗯，不偷不摸，那就行。真就这没见过，嗯，这么多年咱说心里话，嗯，都做咱们做的没有，没有违法的事不做。我那会儿小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啊，一不偷，二不抢，三不管共产党啊，我的原则哦，我个人的原则就是就这个，嗯，淘气谁就淘气，对对，哎呦，小时候淘气，你可不知道，没有我淘的淘的就是小脚丫子中心这儿啊，啊，就脚中心这儿啊，啊，这么大敞口子，翻着肉，是拉的吧？拉的，那不有玻璃吗？那不上人家家里自己、啊、自己那个人家怕人谁上人家上院里，插的玻璃碴，我拉这么，这脚进去了，这脚没进去了，蹬进去，哎呦，我疼的。后来我们那老街坊就拿云南白药啊，才上医院，拿云南白药，拿纱布一裹啊。3天就好了啊！3天就好了，他躺着。行了，现在这个岁数大了也不逃了。逃什么呀？啊，要说好上房还哆嗦了，现在逃不动了。原来上房是不怕，哪儿不怕？天不怕地不怕呢。真是，什么叫摔了磕了碰了？嗯，我今天为什么我知足就在这儿啊？为什么我风风雨雨过来啊？是吧？来了，是吧？咱们说是吧，姐们，我风风雨雨过来了。对，另外酸甜苦辣，嗯，过来了我就知足。真是真的，我就特别，嗯，难得啊！我跟街坊四邻都一样啊，多和谐，能帮你们帮你。也是，我这实话，那有网友可能说你这道理就是、嗯，就是一个热心肠人。对，谁有事咱就帮，我也有个老的说。没错，就现在我还能动工。走大街上，我说老头儿，你为什么有这凳子？你看没有？啊，好多老头儿，八十多岁就走累了，走累了，坐着歇会儿。100岁那个老太太，没事天天就是坐会儿。那可不是，咱买菜就回来，可不是累了吗？嗯，你说这哪有个地儿有我？这中途必须得歇会儿，对不对？那走一道走一圈累了，嗯、坐会儿。哎，有人跟我聊天，哎，跟他们聊，还挺有意思。你看豆哥所说的淘气的事儿，您是不是也熟悉呢？您小时候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呢？评论区一起聊聊吧。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，我是北京妙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